好，来，那个啊，我们现在处理主计总处的预算啊。那么在处理主计总处的预算，我啊先跟党团来说明一下啊。我们啊，如果在委员会已经啊，就是通过啊照例，好、啊，那么我们党团没有提案，好、啊，我们就通过了，就不要再念了啦啊。这个昨天江主任就提醒我了啦，我今天还是很鸡婆啦，因为等一下那个法院太多了，都没有意见，啊，所以因为已经念过去了，而且院会也念过了啦，好、啊、好，能够讲了。所以好、啊，这个大家要哈、啊，我有共识啦啊，好、啊。第二，这个啊、时代力量提的那个退休人员的年终慰问金，还有三节的慰问金，文康活动会，我们就并案处理啦。好，不是撤案就并案，一样一样处理的，一样。我知道是一样的，不是并三个案并一样，我是说每一个单位都有这样的项目嘛。对对对。那我们就保留来下来并案就走黑啦，是这样子啦。好，我算不在。好，那就这样就。那我们就开始。啊、主计总处朱主计长做了两天的，今天终于省到你们的预算啊！登到了。好，你单顾总是单也掉了啊、哦。好，那我们啊、主计总处啊、哦、啊、主管第一目的部分一般行政啊、哦，那么第一案是改主决议啊，有没有问题？主决议在哪里啊？在大本的第一案，你们看大本的第一。啊，不来全部来。大本那个有拿，你这本先拿给柯总上。这本啊，柯总那有啦。用不是啊，不是啦，伊无啦，你去就可以啦，你可以啦。奇怪，这本很硬。好。卖假婚啊啦，你还少干呢？来，啊，把麦克风切开啊。对。有。好，来。有没有问题？啊，好，那就通过了啊、哦，不是，好、哦，我们就通过，我们不要讲尊重，我们就通过了哈、哦。那这个第二案改主决议，那你有没有问题？好，那就改主决议通过。那第三案是徐委员的保留了哈。哦好、哦，这个就保留院会并案了哈、哦，对不对？这是三节慰问金的了哈、哦。那第一幕的第四案是啊撤案了啦哈、哦，所以啊、第一幕我们就照委员会的意见通过了哈、哦。来第二幕啊、第二幕。原住民的进化补偿哦，那个都裁员，这个政委人说认为不适当，所以看了，撤好撤，谢谢，搞错，谢谢了，撤啊、哦，那第二幕我们就照审查会的意见通过，第三幕撤案了，好撤案了啊、哦，那么第四幕、哦、我们就照审查会。第四幕我们照审查会了哈，我们就进入第五幕啊。第五幕也撤案了啊，也照审查会。第六幕啊、改冻结100万，提书面报告。同意。好，第六幕冻结100万，提书面报告。那么第九案，第六幕的第九案撤案。那么好，第八幕第八部主计资讯业务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在哪里啊？没有，同意。大本的第十页，第十案。我叫这边的案数，你要看哈、哦，这边的案数哈、哦。好，那十一案撤案，那第九幕第十二案撤案，进入主决议。第十三案修正文字，有没有修正文字？有没有问题？来，
没有。第十三案，大家看一下十三案。大的十三案，大本的那个十三案。就这底下那几个字我划掉了。有没有问题？没有，谢谢。好，十三案我们就修正通过。十四案尊重。好，那就通过。十五案。十五案是修正文字在次页。好，看次页第二页，就是比较简单了啊。对，李委员啊，李委员很好讲啦，反正就对 对。好了，修正通过了，感谢感谢。十六案，修正，你们看十六第次页。好，谢谢。也是李委员那样子，感谢。啊，等一下，等一下，一个月改下会期，好不好？好。哦，这个是那个洪新秀。哦，各位，哦，下个月二月就只有你来听他报告，我们就不要来了。没用叫你了。好，那来第监察院的监察院啊，监察啊，审计长啊，啊，林审计长，现在啊，咱都啊，他就你都他就来备询，所以，嘿，没有了，财政委员会，啊，都在财政了，没有到院会来啊，来。监察院审计部第一目，这个就保留，这个是通，这个不是并案那个退休人员的哈，好，三节的这个就保留哈。那主决议一项第十八主决议，审计部你们怎么样？没问题。好，那我们就通过来。第三项，台北市审计处第十九案，这个也是并案的啊，时代力量并案，跟二十案的一样，二十一案、二十二案、二十三案、二十四案、二十五、二十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到三十案，这个都是并案。好，好，那剩下的都依委员会审议的通过，因为我们党团都没有提案。好，那审计部就结束，换财政部主管。苏部长，哈，好来。那三十一案第一目，税务奖励金。那个委员，徐伟，有名委员，来，要不要说明一下？我想税务奖励金的问题，其实讨论很久了哈。之前说没有法源，后来改个名字，然后发放也不公平，然后有人高官领很多，然后属下拿橘子，好，然后拿来问，也说啊，他们自己也觉得不好用，好，所以我们建议全数删除，没有法源依据了，好。总共几案了？不是有十几案没有，是只有一案呐、啊，但全数删除了。那个院长，哈，你这几案了哈，税务奖励金除了在这边通案以外，国税署里面也有了。对，哦，国税署里面也有啊，所以我们是在国税署里面有提。不要紧，阿弟今嘛，你在你们是要保留到院会处理，还是现在要做处理？我们还是依。财政部的科目来处理，处理到那里，我们再谈那里哈。你不，我这样跳过去，会乱掉了。我主要的讲，对于徐委员刚才讲的全数删除，大家的意见如何？好、哦，这个是党团协商。好、哦，来，院长，我再提一下哈。好，我们也不是说这个钱不能给。好、哦，第一个要有法源嘛。好、哦，所以我也可以退一步说，全数冻结。你们提
法制化，那之后就可以用了。哦，我们比较诟病的是说，监察院那时候有意见，啊，你改个名字，啊，其实还是没有法源依据。好，哦，啊，其他单位有这种奖励金吗？好，哦，所以要么就法制化之前全数冻结，啊，你法制化之后当然就可以用了。好，哦，我们可以退一步。啊，这个不知道财政部态度怎样？我们也表达一下。好，来，您请说。谢谢院长，其实我们是一般哦，这个税务奖励金哦，这个几乎每年都讲，哦，每年在审预算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几乎都在讲，因为他每年哦大概都编了上亿，然后每年都发完，每年都发完。那大概就是说，如果依照公务人员哦，其实他已经本身就有专业加级了。然后奖金的预算哦，其实也有考绩的奖金。那你在税务这个部分哦，你不能把人民当贼哦。其实在这个地方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每年几乎都是编上亿，每年几乎都是发完。那现在哦，行政院人事处应该有一个叫做军公教人员待遇管理专法哦，现在应该是在处理当中哦。我是觉得这个脚步太慢。要不然的话，每年在检讨预算的时候，每次针对税务奖金哦，都会再重新再来讨论一遍。所以每年都讲啊，每年都讲啊，可是你就每年都讲，然后每年你就编这个上亿奖金，然后让他去，好像就是无论如何就要把这个奖金领到，然后你其实有些地方可以的，他去很严格的去处理这些事情，就会变成一个变相的一个惩罚百姓。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很好，好不好？这个苏部长，你要不要回应一下那个两个党团的问题？好，谢谢院长还有委员们哈，哦。那我在这边说明一下，就是税务奖励金基本上哈，哦，它跟差级奖金不太一样的一个性质哈，哦。那另外一点就是说，税务奖励金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在前几次的这个审查之后啊，那我们税务奖励金发放的原则基本上也改变了，就是九支等以上不能超过10%，好，这样一个情况。那第三点我要特别说明的，就是说，因为刚才委员所提到法制化的问题哈，那基本上这个是人事总处那边啊，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业务的。那其他单位，比如说行政执行署，还有环保署相关的，都有类似的这个所谓奖励金的问题哈。那整个法制化的问题，基本上还是要人事总处这边来进行哈。大概以上简要的说明。现在我们。这个看后面啊，税务奖励金是有两个，包括民进党党团柯总召这边也提冻结1/10啦啊，那亲民党对这个也有意见嘛？是这样子吗？你是在其他的地方提出来，但是在这里自有意见。那我想这样子啦啊。税务奖励金我们先保留了，各党团啊，好，因为税务奖励金涉及的范围很多啦，好，你看这里面就有好几个税务署，就还蛮多的嘛。对啦，对啦，那能不能这个各党团能够同意？我们当然在在院会处理的时候，各自的立场提出来嘛，我相信各党团一定有自己的看法嘛。好，那对针对税务奖励金做统一的处理，好，你要减列10%，还是要冻结多少，还是要做什么主决议要求什么事项，好，各党团都可以提出来，好不好？好，好不好？啊，不然我们在这边说来说，要不要全数删除？一定是保留的啦，哈，好，好不好？我这样裁剪可以了哈。来，我说明一下哈，就是这个奖励金其实不只是我们税务人员有哈，刚刚讲就是说在环保，在其他的就是说单位里面也有。那而且就是说这个要怎么样子修改，怎么样子就是说处理，这不是财政部可以单独来处理的。他是要人事总处，就是说统一来做规范，
所以每一次就是说这每一年都会谈到，但是他对财政部来讲他没有能力来处理这个，这不是他们就是说主管的的法规跟相关的就是说项目，要人事总处那边统一的来做修订。我们今天如果就是说只针对税务奖励金的这个部分做处理，假设我们就是说部分或者是全部把它删除了，那同样的就是说对税务人员，对税务人员的这个部分其实是没有办法交代。那其他同性质的就是说奖励金仍然存在，对税务人员的这个部分的话没有。我觉得要不然就是全部通通都要都一起用一致的就是说标准跟原则来做处理。而且税务奖励金我比较特别强调一个，它不是查税奖金，就是查税追契，就是说的税的这个部分越多可以领的越多。好，它有多元的指标，好，然后包括就是说在税务上面的就是说协助就是说纳税义务人的这一个部分的话也是它的就是说奖金的指标之一啊。好，所以它有很多元的指标，我觉得这一个部分的话如果只针对税务奖励金来做处理，那其他的这个奖励金不并同来做处理，我觉得那会打击税务人员的士气啊。这个这样子的，赵院长才是就好了嘛。好，我来说明一下，如果说明不对，请苏部长您指正啊。奖励金分很多种，都是部会自行在处理奖励金的比率跟检举的案件。我在当内政部长，有职业检举违规的哦。那他每一个月都可以领一二十万的奖励的那个检举奖金哦。还有，所以我就修正内政部的检举的一个规范，不能超过3万块每一个月，因为他职业的嘛，所以不是人事总处能够统一来规范。那是外部。不，我要讲的是说，因为检举达人了，这个人事总处也没有办法帮财政部帮各部会定一个所谓的奖励金的办法，但是部会自己透过你的行政命令，你们绝对有行政命令来针对这个奖励金。我相信啊，我当过两个部的部长，我太清楚，农委会也有奖励金，内政部也有奖励金，都有啦。所以大家的要求是合理的给税务人员，而不能够变成是他的好像寡罗啊啦，那不好啦，该奖励就奖励，但是不是过度奖励。所以这个检讨应该是那怎么拿呢，财政部可能要有一套的想法啦，针对税务的部分啦。我刚才特别提到为什么连内政部在拍摄以前检举哦违规的驾驶也有奖励金，也有那个检举奖金哦。所以我跟你讲，这奖励金是足复杂的啦。我知，但是我知啊，所以我讲得爱税务家己处理啊，袂当统一啦。各动者是嘿啦，对不啦？啊，所以我知影，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讲，无啦，我要讲的意思讲。统一处理，大家提案表达立场，这个结论啦，没有问题啦。好，我们就这样处理。但是你要请人事总处来定一个奖励办法，人事总处定不出来啦。好，真的定不要，可能要财政部自己要去检讨，看业务的性质。我觉得财政部会这样提说啊，这不是他要处理的，那你就不要编呐，对不对？然后他没有分配原则也有啊。他怎样？23%哦，奖主是主管统筹分发，22%署长统筹分发，哦，又3%署长又给，我就说，啊，署长有在办案吗？对不对？当时讲是查税奖金哦，不行哦，这个人民观感不佳，又没法源。那你现在变成这个所谓税务奖励金，要变主管在那边分小金库。所以我才觉得说这个，如果你们也没有办法承诺法治的话，干脆就删掉。好，我们就这个这样子的啊，31之1啊，税务奖励金的部分，各党我们这保留了啊，各党团提出各党团的意见，好，
那我们等一下碰到类似的奖励金，我们就并案哦，来请各党团来处理啦，自行处理提案到院会处理，好、哦，好不好？这个是没有法，那这个保留。当初也有法院的财务法案条例嘛，在民党执政的时候被删掉嘛，然后让朱新仪啊，联合国民党好来，到时候。那么第32案啊、哦，国税稽征业务就是第二目啊、哦，我们财政部的第二目啊、电子处理及运用啊、哦，已经改成主决议。那么这个财政部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按照同意。好、哦，那我们改主决议通过啊、哦。好，那财政部我们在第33案的第一目啊、哦，就是针对财政部的部分啦啊、哦。第一目的一般行政啊、哦，一般行政，那么哦，33车案，34案是通案啊。哦的一个保留案，退休人员啊，就是刚才的病案的保留案啊，35案啊、车案了，35案是基本行政工作第一目了哦。委员会有没有简略？有冻结。委员会那委员会的人在哪里？我的资料在哪里？在这里简略一般行政。哦，来，委员会减100万，好好，第一目哈。那个第一目委员会是减列100万，啊，减列100万啊。那我们这边教育训练会冻结30%哈，有明兄，下面开始水电会、通讯会、资讯服务其他。都是冻结30%，41案是通案了、啊，委办会我们就以通案处理了啊、哦。那其他的都是冻结30%，一直到第51案都是冻结30%。我们要不要请永明兄您说明一下 ？OK， 好、哦，可以怎么处理？这个案由都不一样哦，哈。我知道案由不一样，那我们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理？哦，这里面有这个国外联贷哈、哦，这个凯发集团的事情，其实我在委员会咨询也问过哈、哦，而且还公股银行参与，哦，然后那个抵押品也没有，好、哦，那也有这个所谓资安的问题，好、哦，要资料要不到，只好每个银行自己去发文要，好、哦，那我是希望说，关于资安这个问题哈、哦，尤其华为啦一些还有监视器一些。中国产品，这个我觉得就说，至少我们公股银行这边、行库这边要有一个比较积极的处理了，好，所以我是可以接受说我们并成一个案子，好，那针对这个东西来有一个专案报告，好，好，好，那我们这样子啊、哦，那这个第从我们先处理政委员天才。政委员天才的委员第一目是要冻结1/10，那要冻结这么多吗？委员会叫委员会当就好了。委员会，你不是说委员会只是减了100万吗？还要冻1/10，冻结。所以我说你的资料你要写在同一个栏位的目的就是我们这样看才清楚啊。好，没有啊，电管都没看到啊。第一目哈。委员会啊、哦，冻结1/10，然后提书面报告了啊、哦。那刚才第一幕徐有明委员特别要针对刚才他所提到的提专案报告。那从第36案。一直到第到63案里面啊、哦，那么时代力量党团是到51案，其中46、47、48、50、51、52、53、54、55、56、57、60、61、62都是通案。我念到的这几案啊、哦，从41是委办会。46
四七、四八、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六、五七、六零、六一、六二这几个案子都是通案处理，我们就依通案处理啦。哈、哦，这个大家应该一开始都有共识。那剩下的几个案子，刚才徐委员是希望有一个专案报告，整个案子他可以并案，好、哦，他可以并案看第一幕是冻结多少，你了解我的是这样子吗？对啊。好、哦，那来一个专案报告。好，来来，请柯委员。嗯，这个专案委员会这个哈、哦，当然有同样的性质的，啊、哦，但是新永民所在意的不外乎几个事情嘛，那几个事情。不管就是开发或华为资源等等哈、哦，讲文件代级嘛，还有清户，那就请拟出一个主决议来处理，个别来处理啊。那其他就不必啊。啊，比方说冻结30%来不可，那些都不要了嘛。那、啊、华为要不要主决议说完全不用吗？啊，用来另一个主决议嘛。你像你要求他们，你想你希望要求什么，他你来要求财政部就可以了。你不外乎的只是要我们有吗？你可以这样来处理吧。那很多案子就可以撤，这总共有280几案呢、啊，都是雷同的吧？嗯，那剩下的税务奖金三节那些也是各党提一个案子，这样就单纯化了。一个在野哪几个事情，大家讨论一下就好了。不，我想华为这事大家都关心嘛，对不对？好、哦，那、啊、我们在委会质询，那、啊、可是显然。财政部跟金管会这边哪有主决议大家来要求他嘛？啊，可是一个专案应该也可以吧？好、哦，那、哎、没有不啦，专案报告没有问题啦，哈、哦，对不对？好、哦，我们用现在是冻结趴数的问题嘛？冻结趴数啦啊、哦。嗯，那么单纯啦、啊，第一幕一般行政哦，其实大概都是法定的，就是人事会一般的。一般行政大概都人事会都是大概经常猛的一些费用啊、哦，那么啊、委员会已经有冻结十分之一，然后减列100万提书面报告，我们针对第一幕我们就冻结十分之一提专案报告，针对徐委员里面所有的提案，然后所有的案子就并案。进入到冻结的十分之一里面，好不好？这样可不可以？好，徐委。好，主决议我们还是会提了。好，因为专案报告、啊、主决议你说他目前的状况嘛。啊，主决议我们这边会要求说他可以做改善嘛。对，主决议你提哈。合理的一定支持的。好，那来我再宣读第一幕啊、哦。第一幕，第33案撤案，第34案，啊、哦。第63案哦，是并案处理的案子哦，是奖补助并案的哦。那么第41、46、47、48、50、51、52、53、54、55、56、57、60、61、62这几个案子啊、哦，是通案处理，通案处理。剩下的案子啊、哦，时代力量啊、同意啊。哦那现在就国民党党团这边啊、哦，你们有啊、这个啊、有减列3万，有减列40万、26万、30万，我们统一就干脆啊、你要减列多少，就是啊、除了时代力量之外，剩下的是就是国民党啊、都是林德虎委员，有1、2、3、4、5、6。里面大概都是通案啦，你们的大概都通案处理啦。好、哦，那个政委、啊，你们的案子大概都是通案啦。好、啊，那通案就依通案处理着哈、哦。那徐委员时代力量的案子第一幕就并入委员会啊，冻结十分之一，提专案报告。好、哦，提专案报告。那啊、在。委员会就是减列100万，那就这样子。委员会他本来就有减列一般行政，第一幕在委员会有减列100万嘛，对不对？那现在我的决议第一幕啦，第一幕听好、哦、第一幕就是
减列100万，冻结1/10，专案报告之后使得动之，第一幕啦，好，可以吧？包院长，那个一般行政里面还有人事会，第一幕。好，他的目的都不是要删你的钱呐啊、哦！法定的支出之外冻结1/10，好不好？这样子可以吧？那提专案报告，好、哦，那通案的部分就依通案处理，是，好、哦，这个各党都同意了嘛？各党团都同意了，好、哦，第一幕我们就这样处理。那个，主席，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就并委员会的决议？因为委员会是在一般行政项下的基本行政工作维持，这就不会有，就是说刚刚他们讲的那个问题，人事费的问题。所以就是说，那个冻结1/10的这个部分，相关的提案就并委员会决议。妈，你我不必再更改这么复杂，我们要以目为主，不要用到结啦。对，就是第一幕。就是第一幕。就是第一幕。我现在讲的就是第一幕。第一幕就是法定的支出之外冻结1/10嘛，那个就没有，就排除他的法定支出了嘛。那好、哦，这个就照我的裁决了啊、哦，不然我们会没完没了了啊、哦。那这个财政部应该可以接受我的裁决了啊、哦。可以。法定支出之外，那统三的部分就依统三处理嘛。是。剩下的案子就全部并入嘛。那个冻结案的就没有所谓减列几万那个都没有的嘛。那个减列那个都是车案进入并入1/10的法定支出之外的一个专案报告案嘛。哦，这样就很清楚哦，这样就很清楚哦。好，是，来我讲一下。我阿都安尼决定好啊，决定好。基本来对吼，那了解啊。实际上新提出来288案，然后在委员会有63，所以有348案。这里面大家看一下，那实际上现在同意嘛？他比较 care 的、比较关心的，不管是开发哪一他几个案子弄出来。要来专案报告，对了，都可以推测啊。到底要在第几幕来显现？那不可能得几对啊、哦。包括这也有，还有赋税署的是，哦，奖励金的，不要，那么归类一下，这样就单纯化了。我知道，你弄三八系的不然嘛，哈、嗯，那这样我们归零了。好、嗯，我们先归零再讲好不好？我、okay. 那我归零来讲，你希望的在哪要哪些报告，你写一写，哪几个案子写一写， okay. 应该放在第几幕上面去处理，按得好了。那个。是不是可以先归零嘛？刚才院长那边指示了哈、啊，那我们也准备了几个主决议，就放在后面嘛，哈。那其他归零嘛？对，好。那其他前面的，其实我们关心的主题就一样，就是很清楚，就那几个哈。对。那我这边先跟院长提一下，就关于税务奖励金这边，我们希望我们后面跟亲民党一样，我们后面其实各个党团，国税局分区国税局里面，我们其实是有提案，我们不希望并案呐、啊，我们希望都能保留处理了。那都保留啊，啊，没有多少啊，40几案而已，这样。哪里了？好啊，前面财政部的部分要处理没问题啊，只要我们就是主决议还有一两个专案报告成立，我这些我都可以并。你都是一样的行为吧？嗯，那你同样一样行为，你连弄个不是啦，因为税务奖励金的事情讲很久了，这个。刚才已经税务奖励金已经处理过了，我们现在不要再回头啊、哦！对了，不是了，我是说我们国税局没有对了，我们不要并案，后面税务奖前面这些财政部的案子，他现在好要拆个40几个案子来表决。对了，前面财政部的案子我可以并哦，就是专案报告嘛，好、哦、几个主题还有主决议我都处理好了，好、哦、啊，这几个。应该好，有几个，我们进行100多个就可以把它处理掉。好，可是税务奖励金这边，我们希望能保。来，我们进行第二幕了啊、哦！我开始来处理，没关那个，我们等一下来处理。我来处理啊、哦，第二幕的部分啊、哦，第二幕64案开始，一直到75案，都是时代力量的案子。那第二幕哦，第二幕在。委员会是照例没有任何的冻结跟减列啊、哦。那现在永明兄，你刚才已经有一个第一幕的专案报告，那第二幕能不能就变第一幕的专案报告来处理？可以啊，
主题哈，就是要标明清楚了。来，前面哦，第一案主题是前面谈的是中国资讯产品嘛，华为这个的问题嘛。来，第一，好，第一啊是什么？对，前面谈华为的问题嘛。华为啊，第二个第二幕呢？第二个是关于这个在中国曝险哈，这个贸易融资的状况。好，好啊，因为哦，在委员会质询的时候，财政部报的资料会跟金管会不一样。好啊。那这个金管会这个之后我们再提，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部分要很清楚哈，因为接下来这个中国状况我们也不能掌握啊，我们在那边曝险的情况其实要更透明，好让这个立法院委员会和人民可以了解。这样，那这个专案报告已经有两个题目，两个子题了哈，那所以第二幕这个就全部就照委员会的审议我们就通过了哈。好，那就照例了啊、哦。来，第三幕啊、哦，是也是时代力量有76、77、78啊。第三幕是减灭30万。那委员会啊、哦，是第三幕。不过院长还是一样都冻结10%哦，好、哦。好，你除了第一幕那个之外，但是你第二幕还是第二幕你要冻结10%。你不要并第一幕吗？不，你可以一起做专案嘛。可是还是都是冻结这样子的啊、嗯哦。第二幕我们冻结5%啦。好，可以了。好了，冻结5%啦。不是，这一个这第二幕的钱是那个财政所的经费、哦、所以在这里他也没有设备采购等等财政人员训练呐。对啊，你在这里面就是为了这样的目的。然后斗财讯所的5%，五那个我跟你讲，那个只有5%，他95%还可以用啊。你到现在你讲不过去嘛，而且他也没有用华为的产品啊。不是啊，对不对？我这边讲的是那个泄密等等的这些这个问题啊，也没有资讯泄露等等的问题啊。这个没有简历啊，本来就要专案报告。他冻结5%只是一个激励啦，我们对啊，就希望他能处理啊。就5%都没办法吗？哦，冻结5%，好，第二幕冻结5%啦哈，那提并第一案提并第一幕提专案报告啦哈。第二幕冻结5%，来第三幕哦，76到80，来76到80哦，除了统商的部分之外，来徐委员这边能不能就不要动？这个在我们委员会是减列30万啊，是减列30万啊。那啊、第三幕委员你这边啊、时代亮这边第三幕要怎么样？我们就并第二幕的专案报告来处理了，好不好？动的，嗯，好，就不要动了，我们就减列30，好不好？前面15，好，这个我就听院长的。好，那我们就不动，好。啊，可是专案报题目就是关于吹哨者的保护的问题了。等一下，我们再好总结一下。我建议在程序上，好不好？因为整本都是时代力量的，那能不能说时代力量到底的要求是什么？有啦，他有在讲了。拿出来好不好？不然我不想陪你玩了、啊啊。我真的讲啊。不是啦，结束了，财政部结束了。本都你的、啊，财政部快结束了啦。对啊，我不想陪你这边玩了、啊。不是、啊。啊，我们听那个有名委员讲。我刚才也讲很清楚啊，跟这位讲一下。哦，一个专案，然后把一些主题弄出来。我知道。啊，五个主决议也印给大家看了啊。啊，所以他就已经。刚才有两个对院长这样提，我都接受啊。就已经合并，那后面的就没有再冻结了嘛，啊、他就撤案了嘛。所以我院长，你先处理他的主决议，后面的案子就请他，只要要搬通通他都要动，因为他所有的诉求。来，公你合并来来来，小敏，还有一个基本性规定，好不？哦，基本性规定了。那我们诚恳的来讲嘛，然后你这个主决议嘛，听不懂你哎。这样子的啊，委员会也有60，你们60个案子，对的，这个样子的啊、哦。那个曾委，我们很快了啊、哦，我觉得财政部这个不会很困难的啊、哦。这个时代力量他提了4个主决议，5个主决议，你们先看一下啦。那我主决议，
可以就接受，不能就表决，就是这样。对啊，对啊，就是这样啊。啊，然后我们啊，前面就是前面张海刚才已经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已经有那个专案报告了嘛？我就说几十个案子，刚才主席大概十分钟内就处理完了。对啦，这个、有处理很久吗？没有了，你后面还有。还有四级，你还有啊！我已经讲啦、啊，税务奖励金的部分，我们一定都是保留啊。好，对不对？这个只要你解的或者我们能够，我跟你讲哈，不行。如果我们没有在这边，在这边这个讨论这个过程，我现在搞不好处理一百案了啦。但是我们就是要在这边不断的要讲这个流程啊、哦。没有了，好，这个先讲清楚，不要紧了。啊，这个讲清楚哈、哦，我已经处理300案了啦。没有了。好，现在呢，就照我的进度来处理了哈，好不好？大家忍耐一下了啊。那刚才第三幕啊，就并一二幕啊进行专案报告，那减列30万。第四幕啊，这个啊设备位这个是通案了啊，我们是不是就通案处理，好不好？好，81。好，那第五幕、第六幕、第五六两个幕啊、哦，委员会没有提案，也没有简列，我们就遵照委员会的意见处理啊、哦。那第82案撤案，第83案是啊、并案的三节慰问金呐啊，84案的主决议有没有问题？84案的主决有没有问题？你们看一下84案的主决议。我说我们给的新的人，没有编号，然后也没有。那你要不要编号？你们要不要处理？等一下，我等一下就要处理你这个了。我把这个财政部处理完，下面是国库署，之前我就处理你先四个主决议。我也直接就可以了。84案，先看84。你们看财政部，你要看，你们事前没有看吗？那有没有问题？许淑华这个啊？不是的，84案是谁的主决议？许淑华的有没有问题？好，那通过84案通过，85案呢？85案呢？大声一点，那个否定。好，那就通过。写个编号，你好处理。好，那现在哦，我们财政部已经处理结束啊、哦，在处理国库署之前，我们来进行处理啊、四个啊、时代力量的主决议了啊、哦，来，请宣读一下第一个主决议来，好不外烧声了，好来，宣读第一案。经查台湾进口车数量及市占率自2009年起不断提高，至2018年市占率已达45.3%，再创新高。目前进口汽车关税17.5%，反成为国内汽车产业发展阻碍。财政部并未积极检讨修正进口汽车关税标准，原提案要求财政部针对汽车进口关税进行检讨，并于一个月内提交评估报告。一个月改下会期啦，哈、这个，好了，要讨论清楚。没关系，那一个月先改下会期啦，我时间先改一下了。我先问一下哈，好来，就写语言不详啊。你现在进口汽车占45.3%嘛？你说目前进口汽车关税11.5%变成了汽车发展阻碍，你是认为太高还是太低？你是要降关税还是提高关税？没有，所以我希望他们检讨啊。没有定了17.5%，那还这么多进口车进来，啊，我们的国产车啊，到底这个关税它的效果是什么样子？所以请财政部自由化的进口，我没有特定立场，你要高或低啊？嗯，哎，这个你们影响到本国汽车的发展了，一定税也有关系。你认为税太高或者税太低，对吧？你是要降税还是提高税？这样子的哈。我们看财政部的意见怎么样呢、啊？来，跟院长还有各位委员报告哈。事实上，这个关税的税率啊，是 WTO 规范之下所定定的。所以大声一点，你接近一点。我们也没办法提高关税的税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哈，因为关税税率也会跟产业主管机关经济部会相关，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就说我们这个要提高是不太可能。那
但是问题是，如果你降的话，可能就是国产车的会受到影响。降低影响不是国产业嘛、哦？国产车会受到影响。好、哦，所以那第三个就是第三个就是说，因为这个会涉及到汽车产业的主管机关经济部的意见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建议是在这边加入洽产业主管机关经济部啊，来共同来评估了。不是啊，因为你这个写的看不清楚，你是要 key 还是怎样？换我吧，这个东西这个政策在那里嘛，啊，效果不彰嘛，对的，效果不彰啊。你要提高不可能嘛，那怎么提高的问题嘛？这样的话，我们财政部这边觉得说，只要会其他相关的主管机关来处理，他们就我只要一个评估报告而已啊，我们要你决定那个方向是什么。我表示一下意见啦啊、哦，这个提案我觉得没有非常的严重啦，因为他只是希望他提出检讨而已。并不是只是他要升还是要降，所以这是很中性。就你检讨，那检讨你觉得维持17天是对的，你就是维持嘛。他只是要这一份报告啊，所以请这个就是请财政部，不要要请财政部了啊啊，会同经济部针对汽车进口关进行检讨，以下会提出评估报告。啊，评估就是17.5，就是17.5，我们这有什么好争议的？没有提案的，你要有主题嘛？你无这个主题，我再过来，我再检讨，好啦，嘛检讨看卖，这我只看会出点主题一下。嘛，主你的主题是什么东西？没事啊，来检讨一下。嘛，大家有没有吃饱啊？主管机关针对关税的高低，随时都要检讨啦。好了，我们这个就会同经济部啦啊、哦，以下会。提出评估报告，我们就通过了啊、哦！来第二个，来宣读一下。宣读第二案，国际上因中国通讯资讯产品有治安疑虑，开始控管政府部门不得使用相关设备。经查，我国有5间公股行库使用之防火墙、监视器材等设备为有治安疑虑之中国资讯产品。对此，财政部未能有效掌握。公股行库使用有治安疑虑之中国资讯产品，恐使民众治安受威胁。原提案要求财政部彻底清查公股行库使用中国通讯资讯产品情况，并要求限期改善。财政部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要求公股行库配合办理。好，好，那就没有问题吧？那个就通过了啊。宣读第三案，经查，我国银行参与国外连带屡发缺失，发生中科建设、凯发集团等案，导致我国公股银行损失惨重，认列呆账，恐致全民买单。财政部身为公股管理机构，对此未有积极作为，且事后亦无相关人员就责，且彰化银行于中科建设连带案报告中提及合约缺失，中科建设出售子公司脱产，却不构成违约，导致彰化银行要求。早日彰化银行求偿出现问题，原提案要求财政部要求参贷之公股行库提交检讨，并对相关缺失人员进行惩处。宣读完毕。只要有这种情形，就去惩处啊！来，苏部长，你要不要说明一下这个案？因为这个部分哦，最主要是他这个贷款的缺失的问题，就是他们内部都有一些所谓的这个惩处的规范了、啊。那是不是我们建议是，并对相关缺失人员依规定进行惩处？依相关规定进行惩处，并对相关人员依规，并对来你我说哈，你靠近麦克风，然后相关人员依规定惩处是吧？来啦，你不然你就帮他念嘛，来，我念，好来，并对相关缺失人员依规定进行惩处。好，可以啊，当然是要依规定啦、啊，啊，没有依规定，啊、所以修正这个可以啦，哈、哦。好，那就是要追究啦，有啦、哦、啊，他就依规定惩处，好，这个就修正通过啊、哦。来，宣读第四案，经查，彰化银行保护吹哨者不力，导致被检举者年度考绩大幅优于吹哨者，且吹哨者遭受不当待遇。财政部作为公股管理机关，未尽其责，使吹哨者遭。不利对待，恐使公股行库吹哨者制度出现缺失，不利公股行库内部揭弊机制建立。原提案要求财政部重新检讨，并督导公股行库建立完善
吹哨者机制，并针对上开事件征就责相关人员宣读完毕。来，苏部长。跟院长还有各位委员报告，因为吹哨者的制度是金管会制定的，那我们是去落实，去落实的。来了，你继续讲。所以我想我们还是会依据金管会所定的制度来落实执行这样。那你要怎么加？你要怎么加？你的文字修正要怎么修正？你要讲啊。公股行库才是你们在管理啊，好、哦。所以你们这个还是有责任、啊、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说要求财政部依据金管会的机制督导公股行库？督导是你们督导吧，还是金管会管的？郑明忠，来，管理是我们管理。因为哦，真正所谓吹哨者机制，有明兄很清楚了，现在还没有法制啊。那法务部正在建立相关的法制啦，那金管会所谓吹哨者制度也还不清楚啦。对啦，我觉得曾委员讲到重点，所以我这边才希望说你在管理面上面，你可以要求各公股行库自己先做一些基本的动作。建立机制吧。对啊，啊，你说张颖的事情闹到现在，哦，自己也分不清楚哪些是吹哨者，哪些不是，然后待遇也。啊，反正就是这个就是你公管会在金管会还没出来之前，自己可以先了解一下哈。这分两段嘛，第一段就是讲吹哨者有受到不当待遇，反而做坏事情升官，他吹哨者被降级，有没有这个事情嘛？这很重要。第二个，他要建立一个制度嘛。假如前面那个描述是对不对？吹哨者的部分，我们的遭受不当的待遇，有没有这个事？这个事情。检举人又遭到不当待遇，这个严重了、啊。是不是可以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哈？其实张颖已经对吹哨者给他以保护，然后也发给奖金，如果要升迁啊，有一些考绩的都有给予。那对于说真正的有违法的人，也给予相关的益处了，并没有说，对于那个吹哨者哈。有不那你讲的交涉无同款咯，对啊。其实是有我们也会向委员沟通了，因为跟他报告，我们这个张颖一直在做相关的处理了。那也记他们，我们也了解到说，那个他们对那个他们甚至因为保护他们的人身的安全，对他们服务的处所给他们一些比较就近的方便，也都有做一些调整。然后他们奖金花的，然后有关的人员。并没有说降级或是有降那个的情况，反而是说被检举那些违事的人，已经依照他们人评会的相关规定有给他们益处了。那你针对这个主决议前面那文字要怎么修正，你要不要提出一个建议案？你要这要去建立机这样子机制就好。这个请财政部你们再那个一下啦哈，赶快修正一下文字啦啊，那等一下我们回头再来处理这个主决议啦。好，那徐委员大概啊，你的重点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在最后，哦，还有一案哦。好，来宣读第五案，彰化银行中国多处分行已定。单融资办理贸易融资，显见公股行库于中国内控内稽不确实，恐使放款风险提高。经查，财政部对公股行库管理不确实，未查出彰化银行上述缺失，使公股行库对中国付险情况难以掌握。原提案要求财政部要求公股行库检讨放款情形，并对相关缺失人员进行惩处。宣读完毕。这个如果要这样缺失。依规定进行惩处，你是比较还是要依规定嘛？刚才你是，嘿啦哈，依法依宪法依规定啦啊。好，没问题。那就财政部他希望是要依规定。那这个有没有问题？如果有违失，当然你是要处理。看起来怎么样？郑总，你可怎样了？你看法呢？我管应该还好吧。这个我也赞成时代力量，就是反正有缺失嘛，检讨完嘛哈。对，有缺失你就处分嘛，没缺失你就没事嘛。没缺失就好，那我们就好依规定修正通过了哈。
谢谢曾委员支持啦，因为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说，我们他有出柯委员的支持啊，和你们还有柯委员支持，那应该找旁边的靠谱啊。国民党总召的支持，大家的支持啦，这么就对不起，对不起，大家的支持之下，对啦哈啊。那第四案呢？第四案，第四案那个文字修正可以吗？是，你念一下来。最后的第二行哈，也提案要求财政部督导公股行库建立完善吹哨者机制。好了，没有关系。如今检讨有违失情形，应依规定，何处就责？你现在就啊，这样好不好？好，那就修正通过了。前面那个描述都不要了，就讲你这些重点就好了。是，好。好不好？那就修正通过。好，那这个五个决议案就都通过啊。游明兄，我们这个主决议都通过。后面的提案能不能都撤案了？然后那个两万一万的那一类。那个，因为院长实在是很进入到国库署，国库署这边其实是有来沟通过了。好，所以国库署案子我们其实都可以撤掉。不过我跟院长讲哈，关于那个税务奖励金，我们。保留，对我们后面不能并案处理，我们是希望四级我们要保留。先七的丢了，对了，没劲没劲，来，那来这样子的，好，那我们税务奖励金是在第几案？把它挑出来一下。152案。国库署啊，来第一幕，我们先看第一幕啊，第一幕是从。86案一直到104案啊、哦，那时代力量除了104啊并案做处理之外，还有86案啊并案做处理之外，其他的案啊、哦、都撤案，除了针对税务奖励金这个这里面都没有嘛，那就全部撤案好不好？好、哦，来我们进入国库业务第二幕。第二幕，陈一杰委员，国务库业务改组决议，这个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通过。那106至至151案，好、哦，这里面除了刚才保留的。就是所谓的税务奖金，这里面应该没有吧？没有，那我们是不是请时代力量能够撤案？对，好，那就全部撤案。谢谢委员。因为这边也感谢国务署啊、哦，其实来了两三次来做说明。好，好，那刚才院长也主持了有这些主决议，我想我们国库署案就是这样子。对，好，所以谢谢。现在户税署，来，户税署，来。那个152啊，税务奖励金这个保留，153保留，154保留，好、啊，153、154，153撤案，好，153撤案，154保留，因为这是年终奖金的案，那155至172。172是三姐慰问金，也是并案处理的案子啊、哦，我们把它保留。剩下的那个时代要不要撤了？没有啊，这是税务奖励金啊。税务奖励金，这是一般预算啊。税务奖励金刚才我已经宣告，税务跟刚才我已经宣告，税务奖励金都保留，剩下的案子是不是就撤案了？没关系，不，就是第税务署第一幕嘛，我们现在看第一幕嘛，第一幕有没有税务奖励金？在哪里？152案。那100几？好，152已经保留了啊，我刚才这跟你保留了、啊。对。154是年终慰问金保留了啊，那172。是三节奖励慰问金呢、啊？那目虽然，可是我们的理由还是税务奖励金啊，所以我们都保留了。啊，税务保励金我已经跟你保留了。知道。现在是所谓的养护费啦、什么运费啦、短程，这个都要保留。就是几案我们保留。是这。
162、163、164、168、169、170、171，这个是通案呢。税务奖励金我们都全部跟你保留啦，就是其他的案子呢。是不是一起并案？不能每次都表决，表决完以后，明年来继续编。好、哦，这个社会观感太差。那这样子哈、哦，院长，好，是是来，请。这个是不是这样子的、啊？因为在委员会相关的这个这几个案子，在委员会也有处理的，是不是并跟这个并委员会的这个处理？好、哦，委员会怎么样？已经简略。委员会的。不是，他现在不是要简列，简列你委员会的简列处在哪里？署长，你说。院长和各委员哈，那个因为我们在那个财政委员会审查的时候，我们有关那个一般行政，就是第一目的一般行政基本工行政工作委员过重维持，已经有冻结10%，还有第二冻结50万，还有第二目革新税制改善税政经费也冻结了1/10。然后租税教育宣传及健全风气的经费也冻结了1/10，另外税务行政管理经费也冻了1/10，还有税防治烟品税捐逃漏税捐也冻了1/10，还有统一发票给奖及推行都已经冻了1/10，所以我们是想说这些因为都是我们那个就是一般行政的费用，还有税政革新的相关的就是业务费用，这部分不知道可不可以并一样都是并到委员会的决议就冻1/10，我们来做专案报告。不是啊，院长，我们这些全部都跟税务奖励金有关。我当然知道它的项目不是税务奖励金。好，那我们是希望给财政部一定的这个压力，这个还是要处理的。好，不是说表决完一两案子，所以我们这些都保留了。压力是在我们身上，我们在表决，不是他在表决，我们的企业。哎，等一下啊、哦，这个户税署啊、哦，在第一目的部分委员会。是减列多少？10万，总减列520万。啊、520万。520万。好，减列520万啊、哦，那这个我们就确定了啊、哦，520万啊、哦。那么第一目的部分是冻结多少？目是冻结50万。好，那这个我们就冻结50万，因为尊重委员会，那提书面报告嘛啊、哦。嗯。好。第一目啊、哦，那么第一目的部分，我们就减列520万。那个是，所以我说，这个的主席是，但是，能不能给我一个详细的说好？我现在在处理第一幕，你就告诉我第三幕。冻结100%。我来了解了哈，你们就告诉我哈，你就坐着告诉我就好，好不好？你先回去啊。第一幕，我现在处理第一幕。第一幕在委员会减列多少？第一幕没有减列。冻50啊。第一幕是冻结50万。好，所以你看我刚才问的，你们回答的都不一样嘛，所以表示连你们财政部也没有注意在听嘛。第一幕没有减列冻结多少？好，那第一幕我现在在处理第一幕哦，50万。我们第一幕我就宣布啊、哦，冻结50万，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这样对不对？好，好，第一幕啊、哦，那么第一幕的152、154、153车啊，152、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5、166、167，还有172，这几个案子保留，这样对不对，徐伟？对，好。那通案的162、163那是通案，那个是通案处理。我把我念过来了哈。好，好，我们进入第二幕。我刚才念的，你们有没有记下来？有哈。152是20案了。来。那是18案呢。来。第二，第二幕，第二幕税户税业务，户税业务委员会减列多少？没有减列，有没有冻结？有。冻结多少？
嘛，就是冻结十分之一嘛。好，那就是整木哦。好，那我们就冻结十分之一嘛，哦。对不起，不是整木，第二木里面有一二。好，没关系，你就跟我讲冻结多少。好，五十四万。不是，不止不止。第二幕不止，第二幕啦，四个冻结。第二幕有四个冻结案。总共多少？我算一下好吧。所以我们是以幕处理，我现在不跟你讲结啦。是。四七加一五四加一八七。细行哎。加一五零。我们冻结203.8万。好，203.8万，我们就干脆哦，第三幕就冻结200万了哦，不要什么200万。第二幕，我们叫第二幕。哦，第二幕呢？对不起，第二幕冻结200万了哦。那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支了哦。好，我们是乙幕，那你们。委员会的啊，你们以那边就优先处理，是，我们就冻结200万，哦，这个是党团协商院会的协商，哦，那没有减列就是冻结200万。那现在啊，许淑华委员改主决有没有问题？议案没有问题，173。那文字，其实我看不文字，你要说吗？好，来，请啊，谢谢院长。那这个有关赋税业务的，有关税收的部分，因为最近啊，大家很有兴趣，我请教一下部长，近三年来啊，到底税收超收多少？那到底税计剩余多少？那有没有现金？这些钱能不能拿来用？再补充资料好了，现在问。可能很难，不供你，要明天上来的话，啊，那税计剩余是由统计处在统计的啦。对，那个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那个税计剩余到106年底是那个决战数是175亿。175亿，这税计剩余不能拿来用嘞。你有没有现金？那个现金是有，现金国库是有现金，觉得账上有175亿。那个时候，到时候你真正拿来用，还是要举债啊？不一定的，什么不一定？当然，要不要举债？部长，你有那么多现金可以支应啊？好，那举债是由那个所谓的那个是举债是由那个权责的，不是举债的话，一般都是说。有金流跟那个债务，因为我有那个所谓的剩余就可以拿来用，有剩余就可以拿来。剩余只是账上啊，你还是没有现金支应啊，部长。没有，我们还是有啦。哪里有？哪里来？你这税金剩余是报院长还有柯总，那个税金剩余是科目嘛？那到时候你要花这些钱哪里来？这个我们你问了他也回应了嘛，哦，那那没有回应啊，他有回应啊，他刚才已经有跟你回应了，没有回应啊，对吧？对啊，那你就再回应一句话，人在银行啊，人在天堂啊。我必须说明一下，您讲的是那个权责的，那个权责是有175亿，那至于说有没有现金是金流的问题，而金流的话，它目前呢，好，那我有实际的问题，到时候你就因为赶时间，我不讲太长，到时候你这个编预算到立法院来，对不对？对啊。好，这个是支出，对不对？是啊。那你这个呢？资金来源呢？是举借啊，举债啊，没有，就是我账上有那个是一个税计，是一个税入的概念，是一个税入，那个是那个来源之一，那个跟举债没有关系，跟举债没有关系。那他是说，他对于金流，那个库房里面有没有现金，那个是他金流的事。我这边账上就是有175亿累积。
就是税税入大于税出的累积有175亿。那时候当时为什么不拿去还负债？那个是那个负债的话，我们是还的话是公债到期就会一定去还，公债没有到期的话，那在后期嘛。马部长跟我们报告了，事实上就是说那个税基剩余是主计总处这边账上挂的这个金额。那我问你啊，那我在这边我的库国库的这个现金金流，我如果你到时候有现金付哦，就是可以，就是啊，但这等于这个在现金上面是可以。好，谢谢。那个这个好来没关系，做得很清楚的。那个173案主决议有没有问题？问你，只是中间有个文字不太清楚，不知来，就是最后一行。给大家翻开173，最后一行来。最后一行有一个那个妥善规划报告后，使得动支，中间其实还有两个字是书面报告。好了，好了，好了。对，因为只是印的不清楚，所以在这边补充报告一下。漏印的对。不是漏印，是印不清楚，因为太那个扫描以后对。好，原案有了哈，原案有了哈，那就是书面报告了哈。好，那就。修正通过了啊，就是增加书面报告，然后使得动支。那174案无委员自养的案子呢？改主决有没有问题啊？没问题，没问题。好，那我们就改主决通过啊。跟委员都沟通。那税户税业务啊，从175一直到200案啊。大概都是时代力量的案子啊、哦。那永明兄，你那这里面有177、182、183是这三个案子是通三的部分，我们就把它踢掉了哈、哦，因为它本来就要减列了。那、我们是冻结三成，不一样。通三我们一般就嗯、好了哈、哦，好啊，其他的你就保留哈、哦。好，这样有多少、啊？那我们现在进行第三幕啊，第三幕的统一发票啊、给奖及推行啊、统一发票这边减500，动117,000万。好，委员会是减多少？500万。然后冻结多少？11亿7560，就是冻结10%，整目冻结10%啊、哦。好，十分之一冻结十分之一了啊、哦。那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支，对不对？好，那现在啊、哦，从201，啊、哦，只有啊、你这个201，这个委员。你这边这个是统一发票的，要不要我们就不要冻结30了啦？没有啦，我们的理由还是一样的。好，哦，这个委办会，这是统三，这是这个这个并统三处理，好不好？好，好。那202是冻结30%，一般事务会要不要保留了？好，202保留。好像是表决就对了。来，那203案的主决议有没有什么问题？修正文字。文字上面发布。啊？修正文字只是这个委员的那个修正文字里面那个最后一行那个发布解释的发字，好像有误植啊，有误植，修正一下。好，你就把它写正确就好。写正确就好，对。好。那可以把文字啊、正确用语把它写清楚，因为这个是公报文字哦。啊，好，那这个内容有没有问题？内容有没有问题？你们要看哦。内容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修正文字通过啊。安娜，没关系，你看啊，你们看啊。喂，来204案。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看204。就是右边。定期改持续。对，是。那个徐委员，那也塞呗。好，我们就修正通过205。
205有没有什么问题？205就是修正文字把户税署拿掉。对，户税署拿掉。对。那那个永明兄有没有问题？可以。好，那我们就修正通过。来，我们进入台北国税局。台北国税局只有一幕啦哦。高雄国税局也都一样，保留案都是属于就是刚才的三节慰问金的部分啦、啊，包括税务奖励金，所以2006、2007、2008、2009、2010、2011是什么？也是税务奖励金啊，所以21也一样啊。啊，我、這個、对，我知道啊，哦、我现在台北来、這個，台北国税哈，高雄国税局的了。对啊，高雄国税局你一样嘛，就是保留嘛。对，保留。所以我现在就是练案子啊、哦，好、嗯，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2015，然后北区国税局及所属啊，2016、2017、2018、2019、2020，然后中区2212、2223、2425、2424、2425车案，然后22保留，227保留，好，那228车案，229车案，然后230车案，南区231保留，232来。那个红棍，保留哦，232保留，233保留，234保留，235保留。来，关务署及首署，感觉弄那人最严肃的。关务署到了哦。来，等一下，那个，他是整个关税署及所属减免700万，然后自行调整，所以他没有指定科目的地方，所以啊，没关系，不怎么哦，你们是急着，可能是急着把它处理出来，是的，哦，啊、所以。所以你们都是第一名，他们只有一幕吗？他怎么处理？他好来，那么关务署及所属在委员会啊、哦，第一幕跟第二幕他们只有两幕嘛啊、哦，只有两幕，好、哦，只有两幕。那么啊，没关系，有几幕？好，来我问你们，第一幕冻结多少？第一幕，10%，10%啊，减有没有减类数？统三700万。统三700万是第一幕还是？我们科目可以自行调整。好，四幕里面，那我们现在啊、哦，就是冻结1/10，对不对？提第一幕嘛，我现在是处理幕，往后哦，拜托。各部会要注意一下，我们在处理是目，哦，那第一目是啊，冻结1/10，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那么第一目、第二目、第三目、第四目，因为我们有四目，总共有几目？有几目？好，四目就是统三700万，科目自行调整。好，那我们是不是就以委员会啊、哦、来
通过了啊。那么第一幕的部分是冻结十分之一，这里面啊有236保留，237洪棍保留，238239。因为关务署这边有来说明，那前面有个主决议，其实也跟我们关心的关税问题有相关哈，所以关务署后面的案子，啊，都撤了，对，我们会撤掉。好，那239到280全部撤案。那前面236是44案，到289全部撤案。中间258是新民党。你要不要看一下有你们的案子？那个270是江启臣的，270是江启臣的。这样子的哈。好，那他这边就撤案，本来写他就撤案了。那个，所以我说都撤案呐、啊。没有错啊。到289都撤案，就第一幕跟第二幕，啊，从239到289都撤案。好，好，阿文那。啊，问258，我说明一下啦，好不好？好，28给你说明。258哈，258最主要是在讲的，就是说那个境内毒品呐，哈，他现在有冻结了嘛，哈，冻结报告的话，我们这边是本来就是说冻结20%嘛，买啦。阿里金马黑杂趴，我同意的。不过你的专案报告必须要把对于我们这里面的内容，你要把它加进去了，就是特别是毒品的部分。安尼好不？安尼上简单，好，上清楚。来，第二幕，第二幕的部分一样是冻结十分之一吗？对了，那是专案报告还是书面报？我们里面只有一个非洲猪瘟跟中美贸易摩擦是提专案报告，其他都是书面报告。好，那现在洪俊伟是要把你这个加到那个非洲猪瘟，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中美贸易摩擦，中美贸易摩擦一起做专案报告，哦、就加入他这一项啊、哦，好不好？好，好，那258哈、哦，一样冻结就照委员会的决议十分之一了哈、哦，好，就并了，并委员会哦，减列十分之一，那一直到第二幕到289就全部撤案了啊、哦，现在那个。第三项、第四项就照委员会的通过的决议，啊、哦，我们来通过了哈。好、哦，没有意见。好，我们进行第四项国有财产署及收署。国有财产署。减列120万，减列120万啊、哦，那他几个目？两个目啊、哦，那是当时是两个目，120万是你们自行云资还是自行调整，还是在第一目？好，那我们就啊减列120万啊、哦，120万，然后科目自行调整。290保留第一幕290保留291保留292保留是那第二幕我们没有党团或委员我们党团这边都没有提出任何的提案所以我们就第二幕就照委员会的通过的决议我们来通过哦那现在主决议293有没有什么问题？293主要的业务是在促转会，因为促转会的部分就是当时没收的财产有254笔，那国有财产的部分只有111笔，那要国有财产署来做所有的部分是有困难的，所以我们有做一些修正文，修正文字，或是撤案，我们也有修正文字。嘿，你这个怎么修啊？这个。处长会的事情怎么没有没有，就是把处长会只有国产署的部分哈、哦，我们要我们就是那个部分在我们的产级资料里面要去注明，然后禁止处分，嘿，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好，来看一下啊、哦，看一下。那个署长是你看过了吗？啊、哦，是。
也可以啊，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已经在这里。好，那我们293就那个民众希望可以哈，就主决议修正通过。怎么样逃不去啊？好，就修正通过啊，那个好有了哈。好，294高路委员的294，我们现在遵照办理。好，那就通过啊。高委员，好，那就通过啊。来第十一项，好来。294怎么样？294，你看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因为，等柯总召看完一下。昨天有保留嘛？那、啊、怎么今天这也通过了？不是啊，这个昨天的部分是那个严明慧他们自己认为那个，他有意见呐、啊，就是说要宽松就对的啊。但国产署这么保守的机关都看完一遍，这是他们自己写的。对，我们有跟委员这边对啊，这是他们自己写的。是，好，暂时通过了，有意见再讲了，好不好？好了，我们就研究一下，好不好？好了，我们就先通过了，通过了啊，通过就矛盾了。会啦，会，我们释出对高路委员的善意，那高路委员跟徐有明委员就会对我们进行的会释出善意啊。有啊，对，撤了多案。好。那第二项，我们就依照委员会的结论，我们就通过。好，你们有两项嘛？你们有几项？就是两个主题案的部分。不是的，他们总共有四项。四张总共以前哦，你在这里是这个做不出来的。等一下要跟你讲。那第二项有没有？第二幕啦，第二幕，第二幕。冻结十分之一，第二幕冻结十分之一，是这个有问题啊。那书面报告，提书面报告，我们就第二幕就冻结十分之一，提书面报告。那第三幕没有第三幕，只有第二两幕。你们几幕啦？第三幕、第四幕没有其他的意见。那第三幕、第四幕是照例啦，所以我们就通过委员会的意见照例啦，好，好不好？是好。那你们就可以离开了啊、哦！谢谢。好，等一下，你过来一下，这个我跟你讨论一下。好，我这个都通过了，还要再我当然我说先暂通过，我要跟讨论一下，要暂研究一下这里面的学问了。连第二幕都没有，什么没有？他被啊，这是国产署写的啊，这张从以前对不对？国产局写的、啊。好，那我们进入财政资讯中心，来了没？好，来。那么财政资讯中心，我们第一幕有没有被简略？第二幕那有没有被冻结？第二幕有简略。第一幕我现在讲第一幕啊、哦，我们一幕一幕来。没有。第一幕没有，没有，所以委员会是照例。是。那我们这里保留三个案：295、296、297。好，好。那第二幕有没有被简略？有简略。好，简略200万，有没有被冻结？没有。好，第二幕简略200万。那么陈怡杰委员他。建议改冻结500万，这个洪金兄 ，OK 吗？好，那就
减列200万，冻结500万，提书面候使的动支。第二幕，那有没有第三幕？第三幕是预备金，预备金就照列。对，好，第三幕是预备金，你们没有什么建筑设备没有吗？好，第三那个第三幕就照列。好，有没有主决议？没有。好，那你们就可以啊结束了啊。这样换科目是不是允许我们自己？科目让我们自己就有调整。那它不是你第二幕吗？第二幕的200万，你第二幕里面你就自行调整。好、okay. 哦，你它的节你就自行调整。哦，谢谢院长跟各位委员。委员会做决。来啊，我们到金管会啊。那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我们啊从第一幕开始啊，那个第299案已撤案了啊，这个我们就哦撤案就不予处理，就撤案啊。我们先从啊第25页的第一幕开始，第一幕。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第一幕一般行政啊、哦，一般行政，我们从300案，是在委员会第一幕有没有被减列？减60万。好，第一幕减列60万，那有没有被冻结？向下的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冻结10%，冻结1/10，提书面报告。书面报告。好。这是委员会的意见了啊、哦，我们就先尊重了啊、哦。那现在啊、哦，300案是郑委员天才是冻结1/10，改提书面报告，我们就配合委员会的意见啊、哦，好不好？并案了啊、哦，就并委员会处理。委员会吧，1/10啊。那301一直到。315，这个跟4/3吧，跟主席报告，好来，院长报告，好来。我想我们关心问题其实蛮清楚，就是到底金管会过去主张的金融改革到底有没有做到了哈？然后不管是金金分离、自然董事、产金分离，显然都做半套。那社会吹哨者保护，刚才前面我们在财政部的案子有讨论过，金管会应该建立一套制度，现在也还没出来。哦，那比较民生的议题 ，ATM 手续费的调降啦。哦，信用卡的超收这些其实都没有处理。那更重要的是哦，跟金管会要资料要不到，然后国会联络了还呛两个说，叫委员直接打电话给主委啊。那我那还说你们要删预算没关系，尽量删。哦，这是你的国会联络人讲的话。然后案子这么多，副主委来也说不会怎样，资料拿不到，好，所以这边跟院长报告，金管会案子我们全部保留，好，好，谢谢，就副主委前面你要不要说明一下？不，院长，我跟你报告哈，前面国库署来了2次，关务署也是来啊，所以有说明，有主决议，有专案报告，就没问题，我们都撤掉，一次撤了100多案，金管会。讲说，国会联络讲说，你来删没关系，好、哦，我不怕，要不要把这国会人名字也讲出来 ？OK， 啊，不要不要怕人。好、哦，所以我们今晚会案子全部保留，好、哦，反正，好、哦，免得院长这个曾委员这边也觉得啊太花时间，好、哦，我们就都保留，好、哦。你这保留几啊？200万啊？有我会联络人啊，做干啥呢？不啦，这个副主委跟副主委讲过喽，副主委不处理哦。
没啦，他说明一下啦。顾主委，你要不要说明一下？我想第一个，我们的国会联络应该不会讲这样的话了哈。那我想，如果是我这边说谎了，徐委员如果说对我们国叫杨文仁啊，联络人要不要请他来？你去问他，副主委来说明，我也直接讲了，办公室也提了，无所谓啊，反正表决不会过啊，那可以啊，我们今晚会全部保留来处理啊。我相信我们国会的联络人应该不会讲这样的话，我对他有信心了哈。来，我讲一下徐委员的指教的一些意见，我想我们大致上说明一下，包括吹哨者机制的部分，我们已经透过内控内稽的办法已经规范了。那如果有违反的话，本身就可以依照相关的业管的金融法令来处罚。那有关个案的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也有一定的查明，认为有一些事项已经经过相关的处置，那么涉及到了彰化银行，他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呢，透过他们的应该叫人评会吧，也有做过一些相关的处置。那其他刚刚有提到的一些像他在 ATM 的这个部分呢，我们透过这一个财经公司跟各个银行做过协商，已经也发布相关的这个减价的一些方案了哈。那我想大概都有做过一些处理了。那以上跟各位委员报告。好，来曾委员。基本上我讲句公道话啦，那个火明兄可能是不是会误解，杨文仁其实他是票选的哦，票选第一名哦。每一年哦，国会服务票选的第一名哦。那我或许是不是有误会了？那国会啊，票选有国会联络人票选，他是，而且他是很基层哦，他是基层，他是职称是什么？专员哦，对不对？专员是基层，是有专员的。那我相信可能误会了。那第二，他职称是不高，专员，而且票选连续都是第一名，哦啊。第二个，我只是讲个公道话了，因为我现在也不是主委，我就讲句公道话，他服务真的是不错。那我觉得，我们兄要不要继续审？就继续啊，我们都保留啊，就没这个这样子啦啊，我们国会联络人，我们都希望能够在预算的审议过程好好的跟委员做说明。人是感情的动物，说明一下，至少大家都会接受了啊。如果国会联络人有刚才徐委员所讲的那样的情势，那的确是有所不当啦，顾主委，如果有的话，的确是不当啦。说你要删多少，反正我无所谓。那你是说没有嘛？好，我相信以他的个性，不太会讲这种话。爸，一看就晓得。爸，我们不能讲徐委员公开在媒体的直播，在我们大家的前面，你说徐委员讲说谎，我也不觉得啦。会不会之间的言语互相有一些误解？这个我不敢讲啦。好，你如果说他不会，那就是徐委员讲说谎话，我也觉得我也不以为然啦。尤其我是当院长啊，当是委员，好，你信任你的部署，我信任我的同仁，好，那彼此之间会不会有误会？这我不敢讲，但总是如果彼此之间能够多一点体谅啊，绝对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啦啊，一个巴掌绝对拍不响嘛啊，那。好，来，我说明一下，其实不是只有针对他了，哦，是整个会期里面资料要不到啊，你也派副主委来说明啊，也没有处理啊，好，所以我想这不是针对个人，而只是说会讲到这种状况，我是觉得说这也是主委有责任了，好啊，所以我们的案子就先保留了，好，院长，好，等厘清之后再说，好，好，那这样子啊，我来做处理啊，那个。三百案是郑委员天才的，那冻结十分之一就已经并委员会处理了嘛？啊、哦，
那三零一到我知道，我等一下会宣布啊。三零一啊到三一五这里面啊，三零八、三零九、三一零、三一三、三一四是通案，我们这五个案子就以通案处理，这个本来就要删减的，我们就通案处理啦，比照刚才这样子好不好啊？那剩下的我们就保留了。好，那第二幕的部分，第二幕有没有减列数？减列四十万。四十万。那冻结呢？冻结10%。十分之一。提书面。专案报告。提专案。好，那我们三一六黄昭顺委员改冻结十分之一提书面。就并入，好，十分之一提专案。那陈怡姐委员冻结十分之一，也一样并入提专案。好，那个洪坤亮，好，不，因为同一幕你就并了嘛，你不必再多写一个书面嘛。你知道我意思吧？就是你来一个专案，就把他的提案的内容，你从你的专案里面就可以讲。你不必再多写一个书面，你不必再多发一个书面的文过来了，你就提用一个专案，把这个全部都包括在内了。了解我意思不？好，那三一八就保留，三一九保留，三二零保留，三二一撤案，三二二保留，三二三保留，三二四撤案，三二五撤案，然后三二六。是通案，三二七也是通案，三二好，所以三二六、三二七我们就依通案处理了哦，这个就依通案处理。三二八、三二九、三三零、三三一都撤案，三三二也是通案，我们就依通案处理。好、哦，就照刚才我所宣读的啊、哦。那么第二幕我们总共金管会有几幕？三幕。三幕，第三幕是第一备具委员会没有减，好，那我们就通过委员会的决议了哦。那么第三幕我们就有三幕嘛啊、哦，好，我们进入主决议，三三三的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通过哦。那三三四撤案，三三五撤案，三三六的主决议呢？你要不要看一下？三三六，大家看一下来。是那个，我们也现在在处理。OK。啊你不，这个对于。这个时代力量三三六的提案啊、这个主委觉得可不可以接受？可以。好，那我们就三三六就通过了啊、哦，就通过啊、哦。好，那我们就进入银行局啊、哦，银行局。好，税入的部分都照委员会的决议办理了哈、哦。那银行局，我们的第一幕啊。哦，第一幕有没有减列？它是整个税出减七十万，整个机关七十万。好，整个单位减列多少？好，那自行调整啊、哦。好，我们第一幕整个机关减列七十万，自行调整有没有冻结？它是整个机关冻结300万。作案报告，然后第一幕的时候是一般行政底下的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冻结10%。那等一下，陈怡姐的案可以，那个，那个，我们那里并入去那个300万里面，你收多少？他是整个机关冻结300万专案报告，然后好，那他目的是要你的专案报告了啊、哦，所以我们就减列70万，自行调整冻结300万，
那陈怡姐委员的冻结案就并入300万里面。那你们是做专案报告吗？哦，是专案报告吗？对。好，那专案报告，好，那陈怡姐委员就并入300万里面，就不是10%啦，好，我们就不冻结你的10%，就并入300万。那个，然后再来就是有时代力量的339。一直到354，这里面啊，346嘛，347不是三四，346是保留哈，347、348、349、351、352、353都是统三的部分，我们就依统三处理，其他的案子就保留。三五四是奖补助。354是奖补助啊，对啊，那你为什么画三角？暗号做错了，提示做错了。好，347、348、349、351、352、353、354，我们都一通案处理，其他的时代力量案子全部保留。好，那么在第二幕的部分，第二幕刚才已经有特别提到啊。已经冻结300万，然后专案报告嘛，哦，是一二幕一起嘛，对啊，哦，那现在我要处理这个355，那个要不要？他是提书面，但他已经要做专案了，能不能并入他的300万提专案呢，啊？会比较好。好，那355就并入冻结300万提专案报告。那陈怡姐委员的部分是不是也一样并入刚才的？你既然前面都并了，后面就一起并了。好，就并了然后提专案报告这个就并入刚才的300万提专案报告355、356、357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357。有没有问题？冻结100亿。357、358有两个改主决议，你们要不要看一下？你们看一下，我再宣读了啊。357、358可以，都可以。好，那改主决议通过啊，我们就改357、358改主决议通过。那359。一直到368，这里面362、366、367这三案是通案，我们依通案处理，其他的我们就保留。那个369的主决议有没有问题？你们有没有第三幕？对不起，你们有没有第三幕？预备金多少？预备金。好，17万，我们就照例啊。照例啊，那369的主决议有没有问题？369主决议可以。好，我们就通过啊。370。370可以。好，我们就通过。371。可以。好，我们就通过。来，两个月改下一期啊。那等一下，你们的主决议里面有涉及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之内要来立法院所谓的书面报告怎么样，都改下会期。好，这个是统一哈。好，诸位，这个就注意一下啊。是，就改下会期。那我们就进入第三项证券期货局。证期局。我们刚好到了。证期局，我们在第一幕来。有没有简列数？是整个机关减35万。整个简列35。好，整个机关简列35，有没有冻结？第一幕冻结十分之一。第一幕冻结十分之一，那我们就处理第一幕啊。第一幕我们就遵照委员会的意见，简列35万。冻结十分之一，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372、373保留。好，
第二幕，第二幕有没有减类数？他整个机关减35万，第二幕没有。好，那就并入第一幕，减类35万，科目自行调整。有没有冻结数？冻结10%。好，那陈一杰委员也是冻结1/10，就并案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书面报告就好了哈。那375、376、377已经撤案，378的主决议也撤案。那有没有第三幕？没有。预备金多少？10万。10万，我们就照例好来保险局。保险局啊、在第一幕的部分减列多少？20万。20万，有没有冻结数？冻结数有1/10。第一幕冻。第一幕1/10。好，那1/10，那么379陈一杰的部分，我们就并入啊、委员会的决议提冻结啊、10%。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那减列20万是啊、包括所有2个项目，是，然后自行调整。好，那么380到393，其中386、387、388、391、392、393是通案，我们依通案处理，其余均保留。来第二幕，第二幕有没有冻结数？有，好，冻结5%，提书面使得动之啊、哦，好，提书面使得动之。那么在第二幕啊、李玉林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改主决议通过。395也是改主决议通过，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改主决议通过。那么396一直到402，这个啊401、402两个是通案，我们依通案处理。那396、397、398、399、400我们一样保留。403主决议有没有什？那有没有那个？有没有那个第三幕？预备金多少？有5万。好，我们就通过啊。那403的主决议有没有问题？好，我们就通过。404可以啊。好，通过。405也可以。好，406这也没问题。修正通过。修正通过，修正文字通过。好，是。那我们就进入检察局。检察局第一幕有没有减列数？减50万。50万，好，那检察局一二幕就是减列50万。那啊、有没有第一幕有没有冻结数？冻结392万。就冻结1/10。对对。好，就冻结1/10，提书面。对。好，好，提书面。报告。那么时代力量啊，407一直到419，这里面413、414、415、416、417、418、419是通案，我们依通案处理。407到412保留。那第二幕有没有冻结数？没有。好，那刚才就是减列50万，让你们自行调整嘛啊、哦。那我们就尊重委员会的决议啊、哦。就是一二幕减列50万，自行调整啊、哦。第二幕，那么在420一直到428，其中426、427两案是啊、通案，我们依通案处理，其余420。到428啊，其余就啊、就保留。429已经撤案，好。
金管会结束。好，保留多少？好，那我们休息20分钟。